立法院长韩国瑜，以为喝茶喝到酒，我想我不愿意做太多的揣测了哈、哦，那也不排除他倒错了啊、哦，这个东西因为那个颜色、啊、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哦，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没有，假如有的话，那不得了啊、哦，那这个当然要证据说话了，要真的有这样的事情，否则我们这个无端端的去给人家这样指控也不好哦，所以这个当然这个。相关的单位 啊就要从务处应该要去查清楚，向各界来说明没有这回事。我个人比较倾向于，我不相信会刻意的说明明是茶，让他给他酒，我不太相信。